我们看到的兵马俑里面有贵射俑、兵俑、牵马俑。我们为什么选择将军俑？首先，它是一个强大军队的首脑，它是一个智慧与勇敢的化身嘛。其次，从美学角度来说，将军俑将首伏中央，这个矢志翘起，目前是整个出土兵马俑里面最对称的、最伟岸的。 这就是有，到现在为止出了有100多款了，大概有文化守护系列，非遗系列，十二生肖系列，精神致敬系列，等等七大系列。我们之前是碰到很多老外，他可能会问什么 What's this？ 我们也就很自然就是 This Army。 然后再一个的话，就是为什么当时是这一点？因为将军俑的话，它的核心的手势的话，就是这样一个手势，然后有一种感 this what's this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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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rmy。那我们做出来了以后，发现啊，原来年轻人很喜欢。 其实他们很迫切地希望能感受到中国文化，但是他们只是不希望中国文化以背诵课本的形式传播到大脑里，他们只希望中国文化以他们喜欢的形式传播价值。